什么意思啊？你赢了我跟你走，我赢了你跟我走，总之就是不分开。言不语换来七情中自己，以前我总是一心想着要逃离万花谷，为此我可以忍受很多，放弃很多，因为我觉得那都是为了追求自由。但现在我才明白，那不是自由的意义，也不是活着的意义。我不想像这傅林一样单于过去，不管未来的路会是何种结果，我们都一起去看看好不好？你是说不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？从今往后再无谎言，永远一直一起。交出给我了，是信物，也是给你的承诺。你们交族给交出的方式都是这样的吗？还是你看了什么奇怪的画本？再奇怪的画本也是你给的。真是把你教坏。怕吗？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在御水之时唱的歌是什么歌？鲛人之歌，赞颂自由。是时候可以唱这首歌了，我们就要获得自由护法这一觉睡得可好啊。我怎么又在这儿了？护法在出阵之时挑了个好地方，与那鲛人一起正好从谷主后院池塘中破水而出。谷主见护法昏迷，便命我先将你送回此处。护法还不知道吗？那方池塘便是十方阵阵眼之一。护法为何发笑？真是可笑可悲，我以为我看见了光，却没想到只是转瞬即逝的时钟火。这鲛人呢？鲛人拼死守护护法后也被抓捕，目前关在思过窟。你们打算如何对他？季护法还是担心自己吧。此次十方阵之乱，雪三月叛逃，黎叔伏诛，皆无从问罪。现下所有人都盯着你这勾结鲛人逃谷的罪名，你还是想想如何为自己辩驳吧。
你训教有功，当赏。臭云河，坏云河，你竟然失约！洛洛，你何苦要回来？我要是不回来，谁来管你啊？李叔和雪三月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这里真的不能再待了。这回我就算是扛，我也要把你扛出万花谷。洛洛，我还不能走，长夜还在四国谷。那我们的先导不作数了吗？你真的要下定决心跟长夜去东海了吗？林苍兰是不是又折磨你了？来，把解药吃了。糟糕了！啊，谷主前，我告诉你一声，那些是清凉去火的药丸，护法需慎用。这不是会令寒霜加剧吗？你们，看来谷主知道我去偷药，还偷偷在内殿放了假药。既然早就知道这一切，为何还要耐着性子陪我演戏？直接给我一个痛快不好吗？刀锋未成，磨刀石怎可丢弃？护法所做之事，谷主心如明镜。谷主留你一条命，还保你护法之位，你应当叩谢谷主的大恩才是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谷主要我提醒你，鲛人虽顺从于你，可护法也别忘了，自己该听命于谁。这几日便在此处好好反省。哎，云禾。